箱子大是刚用过的，消耗一下卡拉丁。哎，朱门大招快好了，有机会打掉哎。三六九过来顶一头 ，Q 了两个，受伤赚回来两个。MC 这边往前一个 Q，MC 甩狙甩到 MC 把 MC 给秒了。这个现在的鳄鱼是无辜的。三六九带走一个，这波 W E， 哎，矮王就被带走了，但还是对了呀 ，W E， 鳄鱼太屌了，这个时间段还是反正先锋肯定鳄鱼猛一点，鳄鱼淑女。六九也不太好跑，拿到了，很关键。三六九干嘛？还要操作？还想操作？但没 W 操作不了了。还可以，这波妖姬，但弄有点硬造了，这先锋。开拉克斯，拉克斯没闪的，感觉有机会杀呀，直接被卡尔玛拿到人头了。卡拉比也吃完小龙，哇，甩到了，不过有女的，哎，输了这个好兄弟，甩到了，哎，闪现，闪现大，打闪躲得很果断，摁杀 MC， 可以啊，这几波，这波小汤姆练可以。哎，有闪现，但是那位迷了路被练了，被练住了，那位扛不住了，有点。闪现 Q， 闪现给对迷要死啊，风风也要死了。闪的，风风没闪被练住了也要死，竖起来了。啊，这波不该进。卡丁如果被咬住也危险。那我要坐起来看了，好像有点说法。有点说法，这盘。拿下了，感觉这把拿下了。拿下没道理，现在五开吧。真拿下了，我也感觉，我也感觉拿下没道理，好吧？没道理，拿下是纯没道理的。这波太那个了。我是纯中立的。完了，这位置打个下双子就卖一个了，卖改完底。一个烧不死。啊，改完底练住之后交闪，但还是要死。回了一口血，能锁住吗？锁不住，给自己个盾。那才知道这个终结拳。香香的师出手了，香单杀了香，别踩夹子 ，OK， 踩上来，哇，上来直接还拿个一塔，我这一波打不赢，这波小赚，小赚小赚，这波赚疯了，应该拿下了吧？感觉小赚真拿下了，这波打完真拿下了，辅助人头换 AD 人头，换上路塔，换中路的那个感觉六四吧，感觉每个人都舒服，每个人都很舒服，想杀了 ，Missing 没闪被冻住了 ，Missing 这位是要必死了。第三枪中了，就怕的对，怕 W 觉得对面是卡莎迪女警，哎，我不能拖来，然后到时候打个大龙，给京东找到机会这种。哈 ，Missing 都送疯掉了 ，Bill， 哎，撸了也晕掉了呀，拿下了呀，拿下真拿下了，这个真的很稳吧？打排位感觉已经拿下了啊，就拿下了。13，才四千经济，你急什么呀？对面卡莎迪啊，这英雄十六级怎么也值个三四千吧？哎。但是个卡萨丁啊，脸上直接被打断了，下路 build 被两个人单虐死了，六九位置，六九被练到了，伤很高，六九这位置没有交大的角度，先交个闪，哎，可以追啊 ，W 的打野跟地过来了，六九这位置应该是必死了，没下去，卡纳维一杀，拿下了呀，第四枪中了，阿闪 B 闪，卡纳维有闪。鳄鱼绕后了 ，biu 该进场了 ，biu 进啊 ，biu biu 爪子过去杀一个豹女，龙有了，关键 biu biu， 可以，哎呦这大龙一拿真的很稳，挺稳的，这下真稳了吧？这下真稳了兄弟，真这下自信一点，哎开出了没大道，瑞尔狂风一溜了，香克斯上来，华彩定到净化姐。卡萨丁在后面想切后坡，但这个位置卡萨丁进去打波 O E， 朱妹鸟都先一顶这个口子 ，W 的人有点被分散了，朱妹被带走了。经典啊！为什么要开出那个呀？哎，回声大住了，卡萨丁有表，红怒咬咬出来，但还一丝血，被带着锁住了。biu biu 自己很尴尬，这位置 biu biu 要死了吗 ？biu biu 被控住了 ，biu biu 倒了。回伤提一个扛着四个，回伤提开大其实很脆，哇，三百九十五也烂了。卡萨丁回家有鸡啊，打 B 要记了。那边彪子有点危险，彪子金身只能等死，被踩被埋夹子了。三枪，哎，后部闪现一枪没有杀掉三六九，后部这位置没闪了，要被卡丁追死了吗？后部这个闪现追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这个难，差一下还闪现 A 被秀了，一口暴虐。
掌门闪现铲换一个，恋战杀一个，但自己也死了。完了，感觉不管一波一波，感觉都一下了。闪现去弄那个呀？他闪现去 A 了一枪奎桑提是啥意思呀？龙都快没了，这波六千血的龙可能要拼成了，了还不踢快踢啊！踢的正面。绿也打不了龙了，要先杀横。京东停手了，横有点危险。狂木怪点一枪锁住了。龙没了呀！龙没了呀！啊！别跟他打了呀，五个人。三六九，六九先打。大出来了，还行。ruler 不在 ，ruler 在这边拆塔。那不主要闪现要没了。主要有干枯了。彪子闪没了，还不打算放你走？冰拳粘住。彪子下班了呀，彪子。猪妹甩狙甩到了，但是奈特这个位置没人跟伤害，掌门不在。彪子，彪子上来，不可能被秒。彪子被搞了一套，彪子白给了彪子。彪子没闪的，红豆咬咬一口，下一个踩，彪子在被保护下活住了。但奈特有 GP 啊。这是 TP。彪子也有 T， 彪子也有 T。我彪子被彪死了。啊！彪彪没看。Q 闪还留住了横，横这位置很尴尬，后面不卡大丁，记了 W E， 呀，记了，这都能记啊，呀，送门逃有人追，这 biu biu 太骚了吧，他在草里就愣被扎死了，是的，他直接被包，不是，大卫起身压失败，闪现插一枪，咬死进，进枪快，十个六百，但是有耐子弹，枪又快又准，是的，鸡。我这只能说这把都没能赢，有点难，有点那个了。想说了呀，你们不了解 WE， 错了 WE， 真会出问题。七三还是给高了，给高了。花城输有点麻了呀。当时我们俩看你们都说拿下了，不好意思给太低，懂吧？